人家拿来。妈，要吃豆包。知道，吃这个。好。这都是你画的？嗯。哎呀，画的还真好看，怪不得都说你们城里人和我们乡下人就是不一样的。有啥不一样啊？这个我还真说不准。再过些天啊，就是正月十五了，在我们这儿这可是个大日子，不管穷的富的，家家户户到了十五晚上都得把这个灯点上，亮亮堂堂的，图个红红火火，所以说啊，可不能对付。嗯。哎，对了，嫂子啊，你来过来坐吧。哎，啊，小雪，刚蒸的粘豆包还热乎着呢。哎，呀，小雪，你咋了？啊？哦，小雪，你是不是啊？咱们当胡子的最忌讳就是看一眼就走的，谁知道他是去报官还是去他妈干啥。好好劳命，小子可啥没干，怪就怪你犯忌讳。电梯上啊，给你买了一些新布料，咱们呢做一下新棉袍穿。来，你看，还有这个，怎么样，好看吧？真好看。我以后还是不穿旗袍了，一来扎眼，二来也不太方便。怎么不方便了又？哎，小雪，你怎么了？还哪里不舒服啊？小雪。小雨兄弟，小雪，你看这是俺家鸡入冬前下的蛋，你这个时候啊，可得多吃点好吃的。不，嫂子，你们自己拿回去吃吧。这是嫂子的心意，收着啊。大叔，大叔，俺娘说，俺婶子有小弟弟，来了看看小弟弟。哎呀，这孩子，俺先回去了。走，大门回家了啊。来了，我不，我要在这玩。跟嫂子玩会儿呗，改天再来啊。走了，嫂子慢点走。哎，慢点啊。走了。拜拜。真的吗？哎呀，来，坐坐坐。小雪。都是我不好，你这都怀有身孕了，我连个简单的白糖都没有。你别这么说，我现在啊，就希望你、我还有咱们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。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做冒险的事了。
今天啊，我就把那些东西都扔到大东河去。女生啊，这袄打给你不好了，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跟俺说。哎，那俺先回了。行。玉生哥，这嫂子没了可一年多了。是啊，我看你把莲花嫂就接到家里来吧。就是啊，俩人搭伙过个日子，咱这穷苦人哪那么多规矩？俺就不信你看不出来，这莲花嫂子她对你有意思。哎，别乱说啊！这话说啊，胡子被灭了，咱好日子刚开始，咱们还是先干点事儿吧。啊，来。喝一个，喝一个。等过了十五啊，咱就放山去。现在咱这大东山上没胡子了，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谁也管不着咱。对了，梁远哥和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对呀，梁远兄弟啊，他喜欢清静。都说梁远哥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大人物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抢货子，德贵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一招雪上飞的绝技，那是无人能及呀！不行，不如到您了。德贵，先让崽子们收拾山寨，咱来个大烟熏兔。山依山南北，你以后就是这方圆几百里的土皇帝了。我是老样子，能有今天，你韩大炮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大贵，你说有一天你想当寨主了？大贵，你放心，我韩大炮誓死追随大贵。开个玩笑，玩笑。快走，跑这儿了，快点，快走。
自己的地方忙不了，跟我说一声，老子乐意替你管。是老杨子，我们大贵的名号也是你叫的，你认得我？您说吧，我叫郎三儿，是老北风的手下。这么说，老北风的人还没死绝乎？整个山寨就剩我一人了，那我今天就让老北风的柳子绝种断根。你要杀就杀，可我提醒你们，山下太平庄来了个高手，怕是你们也坐不稳了。高手？你说打败老北风的那个人？那是他老北风没本事，完犊子。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神枪镇关东。镇关东？哪个镇关东？张作霖的三军总教头镇关东。我不信你们没听说过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说是来隐居的。那也是落魄的凤凰。大贵，反正我们要下山放山票，让我先走一趟，看看这个镇关东什么货色。我给你带路，走。等等，正好其他几个村子也派几个人去，让大家知道如今的大东山的主人是谁。去灭了吗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那我能看错吗？他们骑着马都进村了。难道是瘦老杨子他们？那不知道啊。快点！就是村长，还是杨医生，您是不认识？老子今天让你好好认识认识。师大当家的听过没有？认识。既然听说过，那就应该知道我们大贵的规矩。啥规矩啊？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一个柳子一条龟。这大东山一山南北，早就随了我们大当家的心。你们要想在这儿活，就得领山票。这山票是个啥呀？这么说吧，这大东山的一草一木，山边的地皮都是我们的。你们要想动，就得交钱。交钱？每户五块大洋。啥？五块大洋啊？五块？这耳朵里塞猪毛了，听不见老子说话。对了，没钱，大烟土、棒槌、山货也行，还要是啥都没有呢？都没有，少这么啰嗦，抓紧拿钱来领山票，少一户，老子就灭你们一户！走，少爷。对了，你们村有个叫梁远的，听说挺尿性，人呢？他妈的，你话呢？梁远呢？他过完年呀就搬走了。你说啥？搬走了？啊，怂货！我看是怕了吧，省得老子动手了。走。没事吧？
箱子，比老北风还狠啊！玉生，你说咱们怎么办？这一年到头苦巴苦叶的，才挣2块大洋，他这一收就要收5块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呀？哎，可是听说这北山不交山票的，全都给塞冰窟窿里了。玉生啊，玉生在家吗？玉生到了。哎，大老远的，两位村长大叔怎么来了？哎，倒水去。哎哎，再不忙活了，别忙活了，赶快喝几个。真是怕啥来啥，这不是老秧子派人进村了吗？也到我们村了。这是老秧子比老北风狠多了，咱大东山呀，怕是要完了。是的，哦，俺们刚才商量一下，眼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咱们呢。谁呀？玉生哥，玉生哥，哎呀，表演兄弟，二位大叔也在啊。大侄子，大侄子，救救我们村啊！大叔起来，死不得呀！站起来说话，大侄子，年前呢，是你打败了老北风，我们几个村才过了个安稳年。可哪成想，这死了一只狼，又来了一只虎。是老秧子这么放山票，那这俺们哪还有活路了吗？这是老秧子简直不是人。我们村有个村民，就因为看了他一眼，活活一个人就给打死了。杨野兄弟，是老秧子来者不善。你可帮俺们想想办法吧，俺大东山的百姓啊，都过不下去了。是啊，俺知道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可你来是，玉生哥，二位大叔，我看这样，我再去趟警察署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。警察署？嗯。俺想起来了，自打你灭老北风的柳子之后啊，警察署长就一直想请你出山。以你的身份，他指定能听你的。官家要是能剿匪，这俺们几个村儿都有救了，有救了。杨野兄弟，俺跟你一起去。哎，去，我也去。这个石老秧子来势汹汹，咱们要是一起去的话，动静太大。我还是自己去吧。啊。一定要去吗？小兄弟，听我一句，这里不安全，回家吧。等等，俺是来找你学枪的。俺听说你枪法了得，弹无虚发。既然你不想打，那就把你的枪法交给俺，俺去跟石老秧子对着干。听我一句，回家吧。啊！等等。
那小子搬走了。对，他料到咱们柳子会过来，妈的，吓跑了。掌柜，掌柜，他妈，我还以为你小子偷着撩杆子呢。炮爷，你被骗了，梁远根本没走。你说什么？杨玉生那小子糊弄你呢，明着说梁远走了，暗地里正商量怎么对付你们呢。你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把几个村的村长都叫去了。妈的，这是要造反啊！本来他们也没这么大胆量，但是有梁远给他们撑腰，而且现在梁远正在去县里请警察了。找警察了？对啊，大贵，请你赶紧做决断吧。大贵，我这就下山截住他们。杀他一个人，太便宜他了。大贵，可是他们万一请警察，和我是老样子作对，我谅他们也没这个胆儿。也是，大贵的兵吓破他们的狗胆。可是大贵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就这么干等着？梁远兄弟啊，终于把你给盼来了。你是不知道，自从你把老北风给灭了，这县长给我下了死命令，非得让我把这人才给找出来。咱这地小，水浅，难养蛟龙。可是县长说了，只要你肯出山，待遇不成问题。哎呀，有你这高人在，我这小衙门可就没人敢惹了。董局长，您可知道，施老秧子已经到山南了？是吗？这么快啊！自打老北风被灭了以后，这个施老秧子就霸占了整个大东山。哎呀，这施老秧子我也了解一些，他放山票收人头税，那简直无法无天。既然冯局长您都知道，为何不出兵剿匪啊？你这次来是让我剿匪的？对，你不是来当警察的。县长跟局长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实不相瞒，我来到这就是想过普通老百姓日子的。再说，我也答应过妻子，再也不会拿枪了。这，梁元恳求冯局长立即出兵剿匪，救救大东山百姓。这恕我直言，施老秧子阴险狠辣，可不同于一般的土匪。你要是肯重出江湖，助我一臂之力，这剿匪还有胜算。你要是不出山，哈，我看这样吧，我马上给县长汇报，只要县长批示，我立马出兵剿匪，你看怎么样？局长。这县长上省城里办事儿，他还没回来。啊？这照局长您的意思，是又不肯出兵剿匪了，对吗？哎呀，梁远兄弟，这县长没回来，我说了也不算数啊。一帮人拿着百姓的俸禄，却不做。你们还有何颜面穿你们身上这身警服？依我看，脱掉也罢。你，哎哎，梁远兄弟，局长，这县长可一直催着咱们剿匪呢。我也想剿匪，可这施老秧子阴损不好惹。动不动的就帮你欺儿老小，谁受得了啊？再说了，就咱们这几个人，这几条破枪，剿什么匪呀？哥哥，站住！哥哥，快点跑！这个，这个，是附近村的村长。
还他妈真都在，等谁呢？俺们呀，是在研究筹钱的事呢。哦，是吗？是你告诉我，梁远就搬走了是吧？就他妈你们也敢顶风撒尿？来呀，给老子骂起来！不是，你们讲不讲？什么？你们进来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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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让你不老实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呀！走，进来，快点，快，快，大萌，大萌，五娘在家吗？在。别跑了，别跑了，不好了，咋的了？医生他们被虎子抓走了。啥？哎呀，你说啥？快点！行。快了！按您的吩咐，场子都摆好了。大贵，这是梁远回村的必经之路，一会儿就该回来了。你想干啥？你们到底想干啥？看戏。拿太平桌开刀！哎，于生哥，于生放开他！于生哥，你们这帮畜生，放开他！走，不要放开他！畜生！快点，大贵！太平上的村长杨医生，这小子活腻了，咱成全了他。别听！来呀！把杨玉生给我下了饺子！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哥，医生，求求你们，医生，你们这帮畜生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哎呀，求你们放开我，放了玉生，回去筹钱，那个山上，那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找他们干什么去了？今天老子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他妈还真不长记性。对了，你不是让梁远去叫警察吗？老子给你个机会，我数三个数，你说梁远能不能把警察叫来啊？一、二、三。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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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没人来，那咱们继续吧。
枪法也不行啊！上！老子这就灭了你！ 劲儿啊！不好，梁远来了！大贵，这小子来者不善，看来咱们被包围了。 师傅出手相救，不然俺早就没命了。行。是老秧子来大东河干什么来了？好像你姓警察剿匪的事儿，让他给知道了。一气之下，把村子里的人带到大东河，还把杨玉生快说。大东河怎么了？塞冰窟窿了。师傅。 玉生可被塞进去了，嫂子，嫂子，你别这样，嫂子，你别这样，这儿。 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，居然被人手都被留下，大侄子，今天要不是你先是赶回来，大退是老秧子，我们几个也就没命了。那警察叔咋说呀？ 连官府都不敢动施老秧子，咱们这大东山，完了，大贵。
啊，你说今天树林中有几个人？起码七八个吧。不对。说的也是。就算他梁元请来警察，可警察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手？你记不记得，当年绿林道上有个神枪手叫快枪侯？掌柜，我知道这个人，他是双城飞龙柳子的炮头。当时，一大队警察袭击飞龙柳子，留他一个人断后。这小子身法快，枪法绝，像猴似的前窜后跳，这几面大枪，这警察以为遇到大股柳子劫杀，就都吓跑了。你是说，刚才打我们的就梁远一个人？神枪镇关东，看来是欠咱们小小的了。小雪，我想暂时把你送回省城。可我在省城已经没有亲人了。省城我有朋友，他们会好好安顿你。当年我行走江湖的时候，东三省很多衙门我都待过，里面有我的熟人跟朋友。可后来，我为了过普通人的生活，就跟他们断了联系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麻烦他们了。对了，小雪，我一会儿写封信，你到省城交给省警备旅的旅长冯昌，他会派人来剿匪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他就会留你在军队任职，你就不能过隐姓埋名的生活了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样了。谁让现在的这个世道不能让咱们平静的过日子呢？那你呢？你跟我一起走吗？今天我在大东河，虽然没有露面，但是为了打退石老秧子，我还是施展了枪法。如果石老秧子找不到我，恐怕整个大东山的村民都要遭殃了。不行，这样的话我更不能让你留在这儿了。你放心，石老秧子他们暂时不会轻举妄动，只要剿匪部队一到，所有的事情就都解决了。
师傅。师傅，俺刚才是一时心急了，才说那样的话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我知道你跟石老样子有仇，但是石老样子不好对付，所以不能轻举妄动。可是师傅，俺爹的手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师傅，那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。师傅，你说，俺一定办。我的妻子有孕在身，之前你和梁远交过手，你说这小子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这个梁远吧，他身怀绝技，特别是他那枪法，简直是无人能及。想必大贵今天也见识了。大贵，这梁远就算有点本事，那也是孤身一人。我们山寨里这么多龙虎兄弟，还打不过他梁远一个人。大贵，我知道你们兵强马壮，我们大当家老北方那比不上，但是我觉得，要是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除去梁远，还是尽量不要逼他动手，以免鱼死网破，两败俱伤。说的对，我是老杨子，从来不是蛮劲儿。这梁远。就一个人吗？哎，对了，梁远他还有一个媳妇儿。媳妇儿？对，而且他那媳妇儿长得还挺俊的。好，娶妻生子是江湖人的大忌。梁远啊，梁远，你跟老子作对。那就让你见识见识老子的手段。小雪，路上记多加小心啊，慢点。小雪，把这封信交给冯旅长。嗯，你答应我，一定要等剿匪部队来。我答应你。走吧。慢点。师傅，办事情交给俺，放心吧。走吧。
这女的是谁？她就是梁远的媳妇儿。想跑？谁都走不了，师娘，快走，安逸给他们。那你呢？放心，我没事儿。你们几个收拾他，其余的人跟我来。赚了！来呀，回山复命！放开我！小子，有点艳福。对了，大奎，这个小娘们还是个双身子。这么说，我手里攥着两条命。对了，大奎，多亏咱提前行动，梁远这小子已经派人把这小娘们送走了。对了，大奎，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，给我使劲。事了，师娘让韩大炮他们给带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刚俺师娘没走多久，就遇着韩大炮他们，他们人多，俺打不过他们。小雪，小雪人呢？师娘让他们给带上山寨了。对不起，师傅。进去。放我出去！老实待着吧。放我出去！
他竟敢调动省城警备旅来抓我！大贵，没想到梁远还有这层关系。现在想来，这梁远纵横江湖多年，而且还当过张大帅的武术教头，这各路关系肯定少不了。妈的，多亏劫了！这要是正规军来了，咱就完犊子了。这梁远不但武功高强，还有这么多老关系，关键他铁了心的要为大东山出头，咱必须马上宰了他。梁二哥，怎么了？师娘让石老秧子又上山去了。梁二哥，咱得去救嫂子呀。是啊，走，赶上人救人去。走，回来。梁远，那个叫梁远的，你跟我听着，我们大贵说了，你的媳妇啊，在我们手里，想让她活命啊，就立即赶去大东河，记着，只准你一个人去，不准带枪。否则，你连个尸首都看不到。炸！镇关东，张大帅三军武术总教头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还真不相信像你这样的人物会出现在这儿。少废话，你赶紧把雪雪放了，你要干什么陪你便是。怎么，紧张了？其实你我之间本不该闹成这样，可你为了大东山百姓不信沈城搬兵，这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。我得给你道个喜，你马上就要当爹了。可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的媳妇还有未出世的孩子就要葬身大东河河底了。你说你要怎么样才能放小雪？其实我可以不要你的命，可你又有本事在身，要是你的双手不能拿枪了，我才会放心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要用两条命换你两只手。你怎么，不过分吧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小雪，给我杀！我打！
不行，就这么把石老样子放走了，小雪危险了。这小子命大，这都没整死他。大贵，这小子没死，怕是后患无穷啊！放心，有肉票在我们手里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你想怎么样？叫你的人回去，把小雪给我带来。怎么说？你也想一命换一命？少废话！好，既然落在你手里，老子也没话可说。韩大宝，去把人给我带来。好，算你狠。等着。韩大豹回去带你媳妇了，我是让他回去搬兵了。石老杨子，你果然够阴险。是，我石老杨子名声臭，可就是因为我不择手段，老子才有了今天。哎，我的人马上就要到了，要不你一枪杀了我，回山寨给你媳妇收尸。要不你放了我，咱俩好好唠唠。这样，我可以不杀入骨血，你得答应离开大东山，从此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两不相干，你看如何？你觉得我会离开大东山吗？啊！这么说，你铁了心与我为敌了？把辽阳给老子围起来！小子给跑了，就这么放他回去，万一带来剿匪部队，咱们就都完蛋了。放心，他走不了，我马上就让他前来送死。报告，进来。局长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这石老秧子和梁远打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这石老秧子杀了太平庄的村长，说是厉山威。石老秧子也太狠了，这幸亏有梁远在呀，要不死的可就不止一个村长了。驾驾驾！师傅，这石老秧子专案师娘，目的就是为了杀了你，给他统治大东山，扫清障碍呢。你说的对，这个石老秧子一心就是想让我死。专案师娘在石老秧子手上，就怕咱现在去省城搬救兵，都来不及了。师傅，既然这样，不如咱们……梁大哥，梁大哥，梁大哥，
你们是？你是梁远大哥吗？对，我是。不，兄弟，哎，先说话，先说话，怎么了？我们是附近的村民，刚才海大炮把我们村长都抓走了。啥？而且他还留了话。他说什么？要把和你所有有关系的人都杀了，先从村长开始。师傅，这石老杨子在拿咱大东山所有人的性命要挟你呢。石老杨子欺人太甚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去会会这个石老杨子。师傅，带上安心。各位兄弟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去找这个石老杨子把事情解决。都请回吧。那我们走了。师傅，带俺去吧，俺跟你一起对付石老杨子。左仓，你还年轻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没必要去做这些无谓的牺牲。可是，你放心，我一个人就够了，啊！站！这回我保证梁远有来无回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告诉你们，梁远是不会被你们轻易害死的。是啊，这小子的确命大。不过这回我到底要看看他是不是真长了三头六臂，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你要干什么？别说话，梁远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兄弟们，一会儿梁远来了，给老子狠狠的打，打死了梁远，老子重重有赏。都散开！梁远来了，走。村长在秧子房，不能让他救走了，现在就给老子点了。
跟你一起对付石老秧子。上上上，快解开绳子。大叔，别怕。大侄子，多亏了你，走。走，快走！都给老子出来！出来！快点！快呀！真遇到对手了！你们几个上！梁远一条命，可惜都他妈是废物。这妖怪就该梁远他。大贵，你小林就算活着也是残废。哥哥在帮你啊！左仓，开枪不要犹豫，屏住呼吸。师傅，小心！都说梁远一人灭了老北风，我还不信。现在我信了，真枪真贯筒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和他还没完，走！放开我！过来，师傅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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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土僧，怎么样？没事。二位大叔，你们先回去。师傅。跟你一起去，路上再深，不能再冒险了。听师傅的话，快走。师傅，石老秧子被人阴险狡诈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快走吧。走！
们是太平庄的村民，是被土匪抓上来的。我们是警察局的。啊，俺们是来剿匪的。剿匪？那土匪早就被梁远打死了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就是啊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你说什么？土匪都被梁远打死了？啊！果然是个英雄啊！哎，那他人呢？俺师娘还在石老杨子手上，俺师傅一个人救俺师娘去了。什么？放开我！走，快走！走！放开我！站住！当年号称雪上飞，官府派了几十人都没抓住我，就凭你还敢和老子斗？我多少人都没用，只要我活着，不出一个月，老子马上会有一只新弄的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到时我的山庙要金刚一枚。
小雪，嫂子，来。
谢嫂子。没事儿啊。娘，哎，大毛，大侄子，徐良，大侄子，你收拾了施老秧子，俺们这些个村儿又能过上安稳年了。乡亲们，梁远是咱们的大英雄啊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乡亲们，快快快！收下！大家听我说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各位父老乡亲们，谢谢。好，大英雄啊！哎呀，好，事儿，哎啊！你小子伤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师傅，身子骨硬着呢。好。对了，师傅，今天正月十五，附近几个村子村民啊都来咱村，咱热闹热闹。好啊，好啊，这人多热闹啊！啊！咱俩聊点别的去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帮我捆根灯吧。帮我拿一下。